可是决心彻底不见了。那个时候还没到香港来。香港有个佛经流通处，印的经书不少。负责人智开法师，我以为他是个老法师，值得很尊重。请他帮忙，有法华经的注解，给我留意，我都要。所以在一年当中，我找到法华经的注解十几种，这个楞严经的注解，而且都是线装书，本子非常好。老师有一天跟我谈起古大的有些注解，他没看到的。他跟我说：“我说我有啊。”又说一种：“我也有啊。”说了五六种：“我说我都有啊。”你从哪里找来的？智开法师对我很信任。找到书马上寄给我，价钱。有钱的时候再给他，这个对我方便太大了。没有钱就是记账，有钱就付他。所以他跟我收集了十几种。你真想学，他真有感应。楞严跟楞严类似的研究，宗灭大师的研究经注疏好几种，我也统统都有。